哎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没有规矩？不会敲门了是呗？好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我等姑娘呢。你有事儿啊？嗯，哥，你说我是不是有采购的天赋啊？以后咱们新龙斋采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一个月为咱们新龙斋能省一大笔钱。就你还能给新龙斋省钱？哎呀，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食品油生意的，给我价格最低，比新龙斋进的油还便宜一半呢。便宜一半？嗯，那油不会有问题吧？嗨，哥，我朋友那是看我面子，要别人还不给呢。算了，这便宜不一定有好事儿。这样吧，咱们还是用原来的油吧。别呀，哥，我都进来了，在后厨呢。进来了。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么大个事儿，你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也不能跟顾店商量商量啊！我看这价钱挺便宜的。我告诉你，福利，这个油要是有问题，马上给我退回去。嗯，保证没问题。行了，先看看去吧。哥，你别生气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家族的荣誉》。从朋友那里买的食用油，不仅能给兴隆斋节省一些费用，也能让大哥对自己另眼相看。张富利觉得自己确实办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，可是大哥的态度却让张富利有一些不高兴。自己明明是为了兴隆斋着想，怎么就变成擅自做主了呢？难道说自己作为张家的二儿子，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其实呀，也难怪这张富强埋怨自己的弟弟，作为一家百年的老字号，在食材原料上那可要万分的小心。可是这俗话说得好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不，张富利进的油出问题了。老苗，忙了。大大哥来了，我来看看今儿富利进的油。今儿炒菜用的是新油吗？对，这就是用着怎么样？好像和以前用的不太一样。那能一样吗？也不是一家进的油。拿给我。哎，刘师傅，出事了！大哥二哥也在。前面有客人吃出咱们菜出问题来了，说咱们的菜品有问题，纷纷要求退菜呢。大哥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个食材我都检查过了，都是新鲜的。走，看看去。我们也不是闹事的人，要不你尝尝看，这跟原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啊，那我尝一下。实在对不起，这个菜确实有问题。这样吧，今天所有的客人全部免单，并且我马上给所有人的菜重新换一遍，好吧？而且我保证上来的菜绝对不会再出现问题。小赵，今天所有的客人全部免单。这还差不多，有点老店的样子。嗯，这还像样。实在对不起啊，而且我保证一会儿给您换上来的菜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原单把所有的菜都给我换一遍。顾念，你当兴隆斋是你开的，你说免单就免单，你这么多的人免单要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可是二叔，这菜我尝过了，真的有问题，我估计是油的问题。油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顾念，你别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找借口。我告诉你，这兴隆斋没有几天就让你给赔没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别吵吵了，去厨房看看吧。哎，走。这菜先给客人换了。客人怎么样了？刘师傅，咱们这次用的什么油啊？就这个，富利拿来的。刚才我也正要看呢，小赵就来说出事了。你也觉得这油有问题啊？油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看就是顾念没本事处理问题，把事儿赖给别人身上。二叔，咱们这个油肯定有问题，略带一股酸味儿。你当自己是食神呢？什么一吃就能吃出来？是不是油的问题？咱们调查一下就知道。
这就是底油。这不可能啊，这闻着都有异味了。福利，哎，张叔叔，您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找一下原来的油？老六，以前的油还有没有？有两桶。那就先用原来油炒，刚才菜重新炒一遍，看是换了。哎，张叔叔，那您把以前进油的地址告诉我，我现在马上去换油。行，赶紧去。福利，回来跟你没完。你看，我告诉你。今天店里因为石榴油的事被顾客投诉，幸亏顾念及时处理，但还是造成很大损失。有六桌免单，还有重新做的菜，还有浪费的食材，直接损失都由福利承担。凭什么呀？也不是我免的单，要推卸责任那也是顾念的，他是总经理。就是啊，大哥，现在新农斋的经理可是顾念啊，凭什么老找我们家福利的事儿啊？要不是他私自进的地沟油，能给店里造成这样的损失吗？地沟油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那是在我朋友那进的，是我没经过大哥同意，但是我也是为店里省钱呢。二叔，咱们店里这次进的真是地沟油啊？我说了，那不是地沟油，是食物油。二叔，我跟张叔叔已经查过了，那个就是地沟油。不可能，我们家富力就不会做这种事儿。老公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我朋友。富力，你说说你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怎么了？我这也是为兴隆斋好。为了兴隆斋好，那你就别跟着瞎掺和。你说说你，从小到大，兴隆斋的事儿，你哪家办好过呀？我，哎，行了，富力也不是故意的。故意都把他腿打断了。行了，张叔叔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要我看，二叔既然不承认他的油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调查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呀，调查一下嘛。二叔，您看您方不方便把您朋友的电话给我？我凭什么给你啊？我上厕所。不是，你一个外人要富丽朋友的电话？二婶儿，这姑娘是要调查地沟油，又不是查我二叔。调查轮得着他？怎么轮不着啊？这姑娘是我们兴隆斋的经理，这事儿就得她来调查。洋洋，安静，嚷什么呀？这件事不能查。爸，怎么就不能查了？行了，这次把这皮油都换掉，还从咱们以前的进口渠道进新油。以后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只要食材有问题，一定严办。反正不关我这事。哎呀，富丽，你看你哈，天天给兴隆斋忙里忙外的。你落什么好了？一出了事儿就找你了，好事都轮不到你啊！就是，别多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要传出去，兴隆斋的脸往哪放啊？百年老字号用地沟油，天大的笑话！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了。我感觉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查下去。您想，二叔既然说是从他朋友那里进的油，那么从他那里进油的肯定不止咱们一家饭店，而且。连二叔都能被骗的话，那这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受害者。就是啊，这要是家家都吃地沟油的话，那得害多少人啊！一定要查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再要查下去，让人知道咱们是地沟油。我看这件事啊，必须查，而且仔细查，彻底查。关键时刻还是得我老妈出手。老妈，我支持你。玉华，干什么呀？富强，你说我要干什么呀？我就是管食品安全这块的。地沟油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不了解，哦，不能因为这次咱们兴隆斋没有受到损失就置之不理。也许你们从外表上看地沟油和普通油没有多大区别，就以为吃了以后也没有多大事儿。我还真在报纸上看过，好像用废油做的，反正不干净。何止不干净啊，地沟油，说白了。那就是长年累月积攒在地沟里的废油。这些黑心商贩把这些油从人家的地沟里逃出来，直接再利用。地沟油的酸败指数远远超出国家标准，如果长期食用，会使很多疾病大大的增加。而且地沟油的主要危害物黄曲霉素，它的毒素则是砒霜的100倍呀、啊，
100倍。啊，100倍？这地沟油也太害人了吧！那些油贩子还有没有良心啊？看来这件事儿我们必须得查，而且还要彻查。富强，这件事一定要查。顾念，我支持你查。玉花，二叔，您看，现在您方便把您朋友的电话给我了吗？就是啊，二叔，把电话给顾念吧。都100倍了，快。1390，帮我记一下。您说。13909883293，姓冯。好的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都回去吧。啊，那我张叔叔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姑娘，啊，挺晚的了，就住这儿吧。啊？啊，我把临终前不是说让你住他的房间吗？我已经收拾好了，你直接去住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顾念哥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走，我带你去验房间。哎呀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个大窝囊废，给我拿一瓶果。哎，刚才给他们打电话都说什么呀？他们怎么就信了？那有什么不信的？我说啊，我是经人介绍的，他们也没多问。估计啊，每天给他们打电话的人还真不少。啊，那现在肯定很多饭馆都为了省钱用地沟油吧？嗯。这次咱们俩一去，就给他们杀个片甲不留，一锅端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能端一个是一个。也是。哎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琢磨着那帮人应该不是什么好人，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的话，哎呦，你就不用担心我了，到时候我就说我是你秘书，没人会怀疑的。再说了，如果真有什么事儿，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呀。可是姑念哥哥就带我去嘛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行行行，走吧走吧，走。冯老板，林先生，你好，这位是我的助理杨小姐。林先生的生意做得很大，还有这么漂亮的助理小姐，也就是小本买卖，3-4家店面而已。您这位是？哦，这也算是我的助理吧。好，那冯老板，咱们现在开始谈谈生意。好啊。林先生是哪儿的人呢？我是山东人，这不来北京做生意大概有4-5年的时间了。林先生一直是做餐饮方面生意？没有，头两年做的是房地产，这不手头上有一些房源，也有一些底铺一类的东西，就想自己搞一些其他的买卖。之前听朋友说这个行业很赚，而且还很方便，这不自己就被带了进来。那这回是？啊，我们老板呀是想从您那儿买油。啊，你也知道，搞餐饮的油是最重要的，这不能便宜的他们就尽量的便宜，生意人嘛，你懂的。知道知道。那么我能不能先看看油呢？看油啊，您知道咱们是第一次合作，这油毕竟也不能太差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价位的问题。您看在价钱这方面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呢？这个当然，价钱方面您放心。那您这次想要多少？100斤油。100斤？怎么冯老板嫌少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就像你说的，咱们是第一次合作，是应该先看看。不过我只是个贩卖的，100斤的话没问题。您如果您用得好，下次您多要，我直接去厂子里提货。这次您留个地址，我直接给您送过去就行了。林先生，我觉得咱们可以直接多要点，然后让冯老板带咱们去厂子里看看。顾先生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这生意人与生意人之间第一次见面，我这么做您应该能理解吧？您这一听我说多买了就可以去厂子里面，您的助理还要多买，不是来专门调查我们的吧？哼，您和您这助理关系不同一般呐。
冯老板，您误会了，我是真心想跟您买油。那您的饭馆开在哪儿？东城。顾先生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？连个详细地址没有，还开饭店呢？我饭馆的详细地址就在东城的。算了，姑念哥，咱俩一人压一个，直接带他们去工厂。哼，小姑娘家家口气倒不小。哼，把他们给我抓去，交给老大处理。快走！哎，走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高磊。啊？不是，我说你这么长时间了还打架，你身手不也没退吗？还真是你啊，臭石头。丫头，你可越来越好看了啊。那当然。哎不。行了行了，抱没够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嘛。得了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走，跟我换个地方。你这刚才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跟你说，说不明白。哎，我说你高中的时候不是跟着你爸去国外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混不下去了吗？回来投奔你吗？我看你也是混不下去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这两年在国外干嘛了？瞎滑呗，没干什么，有时候帮帮我爸。那你怎么想着回来了呀？不会是想我们了吧？哎，我还真想你。我这在国外天天的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你说把我都瘦了。得了吧你，我看你净想国外的大美妞子了。国外妞还真没你美。是没她美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干嘛呢？我啊，顾念现在已经是我们兴隆斋的经理了，比你有出息多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你还真干餐饮了？鄙人不才。是的。行，我觉着啊，你还真不辜负张爷对你的期望。那是当然。哎呀，我已经为你做的不少了，你别再为难我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再试试。行了，行了，关门。哎呀，这地沟油的新闻是天天都有啊！哎，你看看，这一个小学校进了地沟油的午餐，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孩子躺下了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！拿来，我看。叔叔阿姨，姑娘，坐坐。坐。姑娘，谢阿姨，最近查这个地沟油还顺利吗？我通过二叔给我的那个电话，的确联系上了那个人，可是，给断了。慢慢来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说话啊。嗯，民以食为天呀，现在连这最基本的油都弄出画画肠子来，这些人，老祖宗的规矩章法都不闻不问。哎，洋洋，洋洋，怎么了这是？来来来，快坐着。啊？嗯，没发烧，就是肚子疼。肚子疼？是不是吃了凉东西？没有啊。就是放学的时候在门口的小饭馆吃的凉菜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。嗯，当时太饿了嘛，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感觉吃的时候有点腻，吃完了以后肚子就疼。这，哎呀，要不上医院吧啊，快上医院看看去吧。哎呀，去吧去吧去吧，让姑娘哥送你去。哎，坐我们去，你等着吧。有什么事打电话来啊。回来了，快！哎呀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妈，看把你急的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就是吃坏了点东西。吃坏了东西就这样？医生说了，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引发了急性肠炎。肠炎？医生说了，他这次吃的东西里可能重金属含量有点超标，而且他又是空腹，所以发病的几率就比正常人要高一些。姑娘，会不会是那油？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也太紧张了吧，没什么事儿啊，多大点事儿啊。哎呦闺女，你吓着妈了，今天下午开那么重要的会议我都心不在焉的。哎呦妈，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呀、啊、铁胃金刚不坏。还拼呢，有本事你刚才别喊疼啊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路边的小吃不能吃，你就是不听。洋洋，妈跟你说过多少回你都当成耳旁风，你这是在家里我们都在你身边，你要是在别处吃坏了肚子谁管你啊。阿姨，我看他呀就是虚心接受但是死性不改。嘿，我还不改啊，我都这样了。现在想起刚才吃那些东西我就觉得恶心，以后再也不能在外面吃了。你以后这肠胃啊得好好的养。行了，赶紧回房间歇着吧啊。那我扶你啊，我先睡了啊。这孩子，哎呦，真不让人省心。哎，战啊，你说的这个地址没错吧？啊，没错呀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要替我报仇去吧？那当然了，敢欺负你，这不就是跟我姑念作对吗？那你可得注意安全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拜拜。我之前在农村耕地的，我这耕地死老累的，然后也没钱娶媳妇儿，我就想来北京打工，然后刚一来就看您那饭店这大，然后我就进来了。不小吧？哎，不小。够气派吧？气派。一看你这土鳖性啊，就是你刚来北京打工的。怎么样，饿不饿？跟我先吃俩饭，回头给你打一半价吧。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等会儿啊。来，兄弟，新出锅了，抓着吃，赶紧吃啊！哎，谢谢您。哎，抓着吃，抓着吃。哎，我给你拿碗饭。哎，白米饭哈。哎，这俩菜。哎，谢谢大哥。荤的油素。哎，吃吧。不仅好干，而且你知道吗？特别特别好干。我在这儿开一年的店，比在老家农村我干几年挣的都多。我也是农村的，知道吧？哎，大哥，不是，我看你这成本也不少，这又菜又油又房租的，你咋能挣那么多呢？我跟你这么说，我这儿的菜便宜，运的油也便宜，所以我基本上就给一房租，知道吧？其他都是净赚的。净赚？哎妈，还有这好事儿啊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跟你说啊，我这个菜你知道从哪儿弄的吗？啊，每回都去那西洼地的批发市场，知道吧？啊，大兴的西洼地批发市场，我每天去捡去。每天晚上五点以后，哎，我那满地的菜呀，随便捡呀，知道了吗？啊，那你那油咋弄？
干啥呀，大哥？你干什么的呀？我啥干啥？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。你知道啥了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啥？我全知道了。你是看我这买卖挺好的，自己也想弄这么一买卖是吧？到时候赚够了钱，回家娶媳妇去，没错吧？您太准了，你咋啥都知道呢？我告诉你说啊，我这人就是聪明，不管是谁打我眼前一过，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就冲这个，别人你知道我说什么？啥？说我有特异功能，知道了吗？哎，大哥，那你这油到底是啥油啊？这油啊，这油是地沟油。哎，大哥。那啥是地沟油啊？这你还真问到行家了，这东西一般人是说不清的。我给你解释解释，什么是地沟油啊？这地沟油啊，分三种。这头一种，就是用那个什么宾馆酒楼，哎，剩下的什么剩饭、剩菜、泔水什么的，经过那简单加工以后提炼出来的，这是一种。这第二种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就是那些什么劣质猪肉啦、猪皮啦、猪内脏啦，经过加工以后产出的那个油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看像我们这种开这小饭馆了，每天不得弄个早点摊什么的吗？是吧？卖个油条了、油饼什么的，这些油炸食品用的那个油，用了无数次以后再利用的那个油，就是地沟油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，大哥啊。那你这油能行吗？这你放心啊，放开了吃，没问题，放开吃，绝对没问题。大哥，那个，你这油在哪儿买的？我跟你这么说，这是我们自己炒的，不是店里炒的，自己家里带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我们从来不是店里炒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哎，接着吃。别光吃饭，来吃吃。这饿好几天了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我去，跟你去。不是，我先走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晃晃荡荡，这带什么了？这是。你这回来都第五趟了，这地沟油有那么厉害吗？我那个小吃还剩半盒，你要不要尝尝？算了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嗯。快帮我倒杯茶。拉脱水了，你上五趟厕所，你试试。哎，高磊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也算是从事食品行业了。我之前就一直想着，怎么让这个食品改革创新，让它变得更好。但是现在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，如果说食品的卫生跟安全都不达标的话。那我之前想的这些不都是瞎扯淡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这次回来感触挺大的，你说咱每天吃的油都成问题。其实在国外啊，这中国的东西啊，其实质量一点都不比国外的差，而且还便宜，就是没人买，没人信任。唉，其实我这回回来啊，也想干一番事业，以后让咱中国的品牌在世界上扬眉吐气。哟，呦喂，这意思，中国版的乔布斯马上就要在我面前诞生了。少扯。不过说真的啊，高磊，这次，哥们儿，你不管做什么，我听你。
那你能替我上趟厕所吗？你大爷！哎，不过我还真有一计划，需要你主动现身一下。说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逞个神神，我这不是脱水。说。行吗？没问题啊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行。好嘞，再给我倒杯茶。你上吧。哎呦，我要去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吴。这是您的钱。然后，如果合作愉快的话，咱们可以长线联系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我又说的这老板的意思啊？啊。嗯，舒服。哎，别逗了，你那个电话打没打？天天打。不然你想什么时候打？哎，冯老板，哎，哎，啊，我听说我女员工说你们那儿的油不错呀，啊，现在一什么情况呀？我们打算十几间分店都想用你们那儿的油，看看你货够不够。啊啊，行行，那咱们找个时间。好，你放心。我说话算数。嗯，你们那儿要便宜的话呀，我们呀，咱就长期合作，啊，行行行，好好，回头见，哎，好。行不行？我现在也是高老板了。哟，高老板，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渴了，你倒点水去。不好意思，高老板，碧舍寒酸，还请高老板多多见谅啊。哎，我说真的，你这个可得好好准备准备，要是现场被拆穿了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放心，告诉你啊，咱回头啊，好好整治整治这帮混蛋。阿姨，您在这儿呢。啊，姑娘来了，坐。姑娘，我最近啊一直在查关于地沟油的相关资料，我发现啊这个大部分的非法这个加工商都藏在城郊。嗯，我最近也一直在追查他们的踪迹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我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下。什么？嗯，我最近联系上了一个加工油的厂商，然后从他们手里买了一桶油回来。是吗？怎么联系上的？前两天我去了一个路边的小餐厅，从他们老板的手里得知了一个电话号，而且我还联系上了他们的加工点。哦，哎，那你确定你买来的油就是地沟油吗？确定。哎，那油在哪儿呢？现在在我办公室里。那走，你带我去看看。走。走。阿姨，您看，就是这个。哎呦，这颜色比正常的食用油差远了。嗯，不过上次咱们兴隆斋买的油倒是没有差太多，所以才被骗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这味道！哎呀，这些不法分子实在是太猖狂了，你这。这不把人吃死，也得把人吃坏呀！我们呀，必须得把他们绳之以法。对，我也这么想。这些不法分子简直丧尽天良，应该直接法办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嗯，我跟高磊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您坐，坐下说。高磊已经约好了那些不法商贩出来见面。见面？嗯，他打电话给他们说要买油，然后约了他们面谈。
这样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行动一下？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们叫上相关部门和你一起去，到时那些不法和工商一起见面，就可以人赃俱获。我们就是这么想的。嗯，现在我们手里有物证，要把相关部门叫上啊，就更容易了。嗯，好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那我就负责去联系相关部门，到时候和你一起行动。那太好了。小赵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啊。没事就去忙你的吧。哦。怎么了，阿姨？啊，哦，没什么。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。嗯，我现在就去联系公安部门，联系好了我通知你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阿姨，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对了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老给我打电话。要不会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挂了啊。就这儿了。嗯，我朋友跟油贩子约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如果他一出现，我们直接可以抓他。好，行，一会儿咱们倒是兵分两路。然后三个抄过去，剩下的留守。好的。哎呦，他们也真够会找地儿的啊！这地儿够僻静的。做亏心事的人都这样。哎，约好了几点碰头啊？我打电话问一下。喂，哎，你们约的几点啊？什么？啊，行行行，那你先过来。行，我现在过去。上了，没来，这都快二分钟了。哎，不会露出什么破绽，不来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也没露出什么破绽呀。行了，先等着吧，这些油贩子狡猾着呢。对，别着急，我们再等会儿。没准人家路上耽搁呢，你再过一会儿。行，那我先去。小心点啊。这么早啊？忙完就回来呗。怎么，今天生意不好啊？今天你和姑娘出去了？啊。本来呀是想抓个不法商贩，结果扑了个空。瞎折腾。瞎折腾。这事儿不管出于正义还是出于职责，我都得管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啊我必须要管到底，你可别干涉我。哎呀，这些不法商贩真是狡猾呀，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。风声？什么风声啊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小赵有些异常啊？小赵？我在办公室跟顾念商量抓捕这个不法商贩，小赵刚好从我门口过，把他叫住吧，他就突然紧张起来了。而且我还看到小赵啊，经常在餐厅角落里偷偷摸摸打电话，而且他见到我呀，神色特别紧张。如果没做亏心事儿，干嘛这样啊？别瞎想，那小赵是老实人。所以嘛，才觉得异常嘛。要么就是复议。复议？你想啊，这油是复利进的，真要出点什么问题，最脱不了干系的就是复利。不可能，你是说复利跟那个油贩子是串通好的？嗯，
但是也不觉得这个傅立跟加工点有什么关系。哎，如果咱们兴荣斋有人跟这个加工点有关系的话呀，不是小赵就是傅立。你呀，想太多了。谁呀？是我，我想找你们商量一下怎么样对付那些油贩子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姑娘，你说吧。这次把大家都叫来呢，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油贩子。这件事啊，我也有责任。由于我的一时失误，在这里啊，我向大家道歉。不过这油贩子也特别可恶，我们应该好好治治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事情。那二叔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我们要想抓到油贩子，首先要找到他们窝点。但是这些油贩子太狡猾了，因为我们几个人啊，没有一个人跟油贩子打过交道，要想找到他们，我感觉不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我查了查，这地沟油啊分为几种，像这种吧，他们就是在酒楼宾馆收集泔水废油，然后直接加工。我也看到过在酒楼下水道旁挖泔水的人。对对对，我也见过泔水酒楼。哎，有了，咱们这一片都是干酒楼的，如果说下次泔水车过来收废油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跟踪它，或许就能找到他们的加工点。地沟油指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劣质油，长期食用地沟油可能会引发癌症，所以地沟油对人体的危害极大，而这也正是顾念想去调查地沟油窝点的重要原因。可是顾念没有想到，周密安排的抓捕行动却扑了个空。那么接下来顾念要怎么办？顾念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潜入到加工地沟油窝点进行调查取证，找机会一举端掉这个罪恶的源头。而这一次顾念能成功吗？